远远就闻到这个味道了。好吧，谢谢。拍起来。妹妹，我拍你。交给你。他说不可以拒绝他哦。什么？其他人都不吃。哎呦，杨丽是女生吗？哎呦喂，好吃哎！哎呦，你去给他买一条。然后猪好像很香哎。对。这个金边这个把它剪了，我们就下课了，好不好？电源机，我们就跟妈妈。哎呀！